发生什么事了？吴一航和方清已在楼顶了。啊？没事，快去看看。赢了比赛，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。既然赢了比赛，怎么还要去楼顶啊？他俩之间一直不太对劲。雨山。我以为过了这么久，你已经放下了。那你放下了吗？你一直不肯放下对规则的执念，凭什么我要放下那件事儿？吴一航，一航。一航，吴一航，你可不要吓我呀！吴一航，我知道我们不听话，你可以打我们骂我们，但是你不能这样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吴一航，吴一航，吴一航，你别晃我！你说什么？你晃得我头晕。啊！贝，你管玩具赛车叫贝贝？你们男生取名字也太随便了吧？怎么了？好兄弟啊，原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。哎呀，把手拿开！哎，给我们讲讲你俩小时候的事呗。就是啊。我可不想听两个男生相爱相杀的故事，我要听玩具赛车的故事。哎，快说快说了。想听啊？啊？可以。我跟方清影的故事要从那一天说起。玩一下呗，我爸刚给我买的新车跑得可快了，我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。你还给车取名字呢？嗯，叫贝贝，试一下。试一下嘛。哎，跑了跑了。难过了，走开！你是来怪我吗？我说让你走开，你凭什么怪我？要不是你，贝贝会这样吗？要不是你当时拦着我，贝贝已经救回来了。贝贝就是因为你非要拦着才会死的。我害死的，我害死的，我那是保护你，你怎么反过来怪我？你怎么这么死脑筋？你不会变通吗？当时明明没有车，你非要……我害怕突然有车过来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不让我救贝贝？我比你大，我就是想保护你。你比那辆玩具车重要的多了，我很害怕你会在我眼前出事。才怪，其实你就是胆子小，你害怕。一航，一航，你听我说呀。那。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因为贝贝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跟方清影的关系就变了，为辆玩具车成了对手。哎，原来你和方会长曾经关系那么好啊。原来你们两个男生之间有这么一段狗血又言情的故事啊。好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拿到花园杯冠军的，向方清影证明你是对的。哎，一航，
既然比赛已经结束了，那咱们就在豆腐店里通宵吧，怎么样？啊？通宵啊？啊？可以啊。请问您今天学习了吗？运动了吗？代码写完了吗？哎呀，一航，这不比完赛了吗？你就通融一下嘛。今天我们的比赛排名是全国第31名，远山的手还在复健中，所以我制定了新的训练计划，更严谨，更科学。哎，怪不得能和方清颖成为好朋友呢，完全一个型号。训练时间已经发到群里了，明天都要准时到。喂，喂，爸。哦，一航啊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呀？那个，您能帮我找一个体能教练吗？就最好能做复健的那种。你怎么突然？哎，没事儿，就有个队员受了点伤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谢了，爸。哦，这是我专门托我爸请来的教练，专门给大家做科学训练的。啊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哎，跑起来！别偷懒，快跑！加速！别偷懒，快点！尹老师年轻，带着他们班学生搞了个什么远山小队，不专心学习不说，还干扰了其他学生的学习。咱们开学的动员会也说过，今年平津一中的本科率要再提高5个百分点。只要万一误了学校的规划，尹老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承认，我带的这个班不是实验班，远山小队也不是天一那样的绝对精英，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为了4个学生，就要放弃整个平津一中？主任，我认为这样实在是不合适。不，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他们4个。我为的是我们班的全体学生，我认为他们和你们班的学生没有区别，只是缺了一个质变的环节。我愿意带领他们实现这个环节。你们几个跑这么两步就不行了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这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做体能训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。哎，你谁呀？这咋练的？我是一航的叔叔，国家2级教练。训练第一阶段，先让远山小队每天跑5公里，这是为了训练他们的肌肉含量，还有肺活量。一航啊，哎，大哥叔，你说你要想强身健体的话，为什么不来找叔呢？啊，大哥叔，您能打猎我知道，还能当体育教练。你要是来找我的话，我还可以请你吃特制的强身健体豆腐呀。豆腐，别剁我身上。大哥叔，
您还是别开玩笑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吃亏的，不会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脱胎换骨。可这么训练，这成效不高吧？过分的体能训练只会适得其反，你到底懂不懂科学呀？你拿歪门邪道给他们练一身肌肉，你能保证他们的体质和你的是一样的吗？啊！哎，一航，哎，你咋的了？这疼啊？啊，我给你看看。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了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，不要伤着孩子。我伤害他？哎，你瞅瞅，叔，好像真不疼嘞。你没事？没事啊。这只是我祖传按摩手法中的一个小招，当年远程骨折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给他拍好的。当时我就是想这样把自己的手弄好，结果你说你个臭小子还瞒着我，要不然的话能耽误比赛吗？疼手指一号动，手指二三四五号动。感觉丹田之中啊，哦，油然而生一股正气。你们尝尝，尝尝，多少多少。大叔啊，你这做豆腐的功力什么时候这么高超了？这做豆腐和做人的境界是一样的，这上去了就下不来了。好吃。多吃点啊，别急别急。豆腐有的是，这样，明天开始，这加油站豆腐就作为你们的一日三餐。我同意。哎，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这天儿啊越来越冷了，注意身体。我说啊，这个学生迟到的事越来越多了，明天我会亲自抓迟到的同学。各位老师，多提醒一下自己班的孩子啊，尤其是你们班，为人师表，更要做好啊这个表率才是。主任，是不是啊？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接着说第二件事情吧。这个各个班级啊，准备几个节目，啊，咱们要参加元旦晚会选拔，但是呢，不要用课堂的时间来排练，这高三的学生必须以学业为主。知道了。
了法了。来来来，腿再低一点。哎，好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。行了，你们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这设置一款贼牛的体感游戏，咱们原来节目里有点创意，才能镇住别的吧？你傻呀？我觉得，哎呀，原来看这个。月子啊，做了校长之后干得不错啊。本来还担心这个担子重，怕你适应不了这个位置。岳先生您多虑了，在校我们还是公事公办吧。怎么，校董会那边又出台什么新规定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校董呢，出于对升学率的考虑和担忧，特派我代表董事会下周来平津一中学习和视察。您随时都可以来我校视察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亲自陪同您视察学校。不瞒您说，今年学生们爆发出了对华远杯比以往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。那就好，不过呢，我也有自己考量的标准。就是张远山的父亲，张大哥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不行，月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当年山里的张大河呀。不行，太肉麻了。阿紫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找你好久了。不行。变态的不行！哎，回来了，儿子。不能太变态，我再想想啊。这个，找啥呢，儿子？啊，找啥呢？爹啊，你宝贝呢？宝贝？啊，你要那干啥呀？学校元旦晚会要表演节目。我也想参加。好，爹来帮你找啊啊！
阿娜回来了。干嘛呢？啊？嗯？包里藏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躲什么？把手拿开。嗯。拿开。嗯。哎呦喂！你给我！走路带风的那种。过两天穿风衣太冷了。哼，安娜，帮大哥叔也挑两件帅气的衣服呗。我可没说要带大哥叔去买衣服。这多个钱包不好吗？啊？哎呀，快走吧，走，你跟上。好。哎，你等我。再见，再见，老师再见，嗯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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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黄老师是不是变温和？以前叫我们的时候从来不这样，好像是有一点。老师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还很天真纯粹，所以跟天真的人在一起，自己也会变得非常简单，容易满足。老师，说的。好像我们都不太简单一样。当然不简单，三年了，我今年才重操旧业。之所以现在才带学生，也都是因为刚带你们那一年正是我出师的那一年，你们可把我折腾得不轻啊。何月，你心高气傲，只要木木比你好了一点，你就变得十分暴躁，而木木你特别敏感和脆弱，受不了一点委屈，挨了一点骂就哭天喊地。不过木木现在变得自信坚持，琴声中充满活力。何月，你也稳了下来，师父感到欣慰。元旦晚会你们一定可以的。老师，那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呢？发展方向，你们两人都能成为特别伟大的演奏家，希望你们不要放弃，也不要找借口。假如真的有一天老弹不动了，去当个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木木，你特别适合当老师，因为你性情温柔，有耐心，有恒心。那师兄呢？何月吗？你就不用操心他了，他那张嘴走到哪儿都不带吃亏的。师父慧眼。
为什么不好好？是不是想当颜值担当才买吴亦航的同款风衣哦？没有，我已经是身高担当了。那个，你们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当然准备好了。你呢？准备怎么样啊？秘密，我和亦航一起准备了一个节目。秘密。这还是个秘密，难搞。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世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你教我如何放弃危险之际的美丽，日思夜想不断的折磨自己，再无法出神的游戏。我做了最后决定，放下了心中怀疑，无所谓致命，哪怕前路布满烟雾荆棘，拿出了更多的时间，只为了陪伴你的自己，想呼吸一般的伴随你，不停的不停的耗费着精力，我愿意。Now you know me， 为你抛弃多余的锋利。 You drive me crazy， 是你给我坚持的勇气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对你寸步不离。没想到我能幸运成为你眼里的秘密，路灯下亮着身影，在深夜慢慢的交集，谁给我逃跑的勇气？ Oh baby， 你是我唯一。穿过了黑夜，但微风总让我沉醉，包扎了伤口，往往不在乎是与非。路上的风景可能比目的地更美，旅途虽疲惫，但至今仍然没后悔。每当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世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夜每当我看上你双眼，我爱有海底让我思绪万千。我爱 waiting for every time you make me alone， yeah。偏路你在我家过夜，但你说的太足够。不管你表现多么不是 baby， we can take it slow。暧昧的气氛，伴随蓝色灯光，舞起着素气的壮点。让我留在你身边，不用害怕，时间我们同行光年。今夜脱下一切，赤裸成动物。无聊的圣诞节，你帮我卸下所有重负。除了你，我的心里空无一物。别再说那些，别再说那些 ，we just friend 那种忽远忽近的 bullshit、yeah。
如果真的只是 friend， 为什么这些事情频频越界？电影院的吻和留下你余温的床垫。Damn。